呢首咧就想送翻一首比較靜態少少嘅歌啦。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邊個係 IU 啦？IU 咧係韓國一個好出名嘅女歌手啦。咁喺佢2014年嘅時候嚟香港做 concert 咧，佢唱咗佢一首歌啦，叫做 Through the Night。咁啊，呢個 Through the Night 咧，佢唔係唱韓文喎，佢係唱廣東話喎。咁啊，佢唱呢首叫做《夜信》啦，就改咗啲詞啊。咁我真係好想分享呢首歌俾大家聽，因為我自己覺得本身聽到《Through the Night》已經覺得好好聽，佢唱咗廣東話之後，係更加好感動到我，所以我都好想分享呢一個 energy 俾大家。送俾大家呢個係 IU 嘅《夜信》。Ooh.
我都想借住呢個機會啦，再多謝咧今日TQ 嘅機會邀請咗我嚟唱歌啦。咁啊如果大家都應該有時間嘅話咧，都可以周圍去周圍行下呢個商場啦。以我所知咧，係你哋後面呢個 food lane 好似係好正啲嘅食，我自己未試過，但我聽人講嘅啫。咁啊，可能一間咧我都會去出完 show 之後咧，都會去食下嘢咁啊。咁啊，希望大家都會係咯，周圍去 shopping 食嘢咁啊。今日係開心嘅呢樣嘢。跟住嚟呢首咧，我都想送俾大家呢一個係我嘅原創曲啦。呢、這個叫做《等你愛上一個人》。咁啊，其實係我一個好好好好嘅朋友寫呢、這個。朋友叫做孔德朗，咁啊呢首歌其實係描述緊暗戀嘅痛苦，希望自己中意嗰個人可以等佢愛上另外一個人，跟住嗰個人又中意翻佢，想去感覺翻，其實我咁樣暗戀你，咁樣單方暗戀你咧，係有幾辛苦，有幾痛苦。送俾大家呢個係等你愛上一個人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雨下起了，风它在停着，听见你回答说不是吗？你偷偷的，那么真实的，就相信留下你的颜色。是我的展开，浮浮沉沉，就像一首歌，唱着你呢。说不清的颜色，温柔的言语呢？我们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回头发现只有我一个，我还在等你爱上。
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啦，係時候要唱最後一首。